这不是快过年了吗？然后这个车停的当不当正不正，那个车靠这边，这个车弄过去，因为好处就是让他那个卧室啊都在里边啊，客厅在外边，这样的话就通透一些，围个小院，过年了弄得漂亮一点。又动用我这个无敌的小钢炮了，把它拖一下还能不能拖出去，给我这个生矮了，生矮了得抬一下。来一点点，走，走，走，慢点，走，好，慢点，停。好，我们先吃饭，吃完饭再弄。哎呀，老妈饭都做好了，车还没移好。哎呀，我的儿啊，你看奶奶菜做好了吧？这谁放这儿了？这是？来，放那个帐篷里啊，去捧出去，放在桌子上。那不老吗？那旁边就帐篷，指了要放帐篷里，你放这里。这小笨笨，豆角、蘸酱菜，还应该有菜，酸菜还没出来呢。酸菜熟了就可以了。哎呀，三进三出啊！三里地一回勺，你这是三步一回勺。来酒吧，咱们。我奶说急死他了，他都热三遍了。哎，这杯酒就好了。看咱这苹果酒喝挺快呀、啊，过两天赶紧再来一杯。还咕嘟啊，别咕嘟了吧，咕嘟咕嘟，那酸菜你不咕嘟能好吃吗？哎呀，哎，不能，这个你看你这玩意儿要越过这菜是不是就容易把菜弄成酒精了、哎，你啥玩意儿干活得稳知道吧，来往这倒，别沾手，直接往里倒。哎，好嘞，这个垃圾桶别乱逛，别从菜上经过啊。来点着这酸菜锅一咕嘟，你看冻豆腐、血肠、酸菜、五花肉，这五花肉炖这个油豆和土豆，是吧？然后给我们一会儿要碰的啊，油豆、土豆给我们黑豆吃，多好！哎，恭喜啊，旗开得胜，干了好几十条鱼，巨响就有味儿，巨响就有味儿啊！只要他去了，就差不多不空军啊、嗯，这比钓鱼过瘾、哎、是吧？今儿那是你说他这全是那么大小的呢，大的跑了没了。就一个大的是穿了，我看着啊，他在那撞了半天网，完了指定是跑了。那是，你吃点心儿吧，儿子。那不是，我喜欢吃皮。喜欢吃皮儿啊？你这孩子，我也喜欢吃皮儿。喝酒就大葱，一葱赶两钟啊！人家喝酒就大葱，一钟顶两没菜吃呢，是吧？你看真是没菜吃，喝点酒啊！我爹可怜，咸菜条子也得喝一杯。我一样，我嘎汤都能喝酒。喝的更多，这个账还不醉呢。搬那儿，我给我搬，直接搬，后轮掩着了。嗯，没事，让他回去一点不要紧。往那边推人的，一、二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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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、二，好，打劲了。哎呀，经过一番努力啊，不容易啊，用了好几个车，漂不漂亮？然后我们终于把这车放靠好了，把这个车也靠到这边了。哎，这两个车都不是我的呀，这上面这个地方现在就属于萌萌的了。咱放点烟花吧。好，英儿，你把那啥拿来，放烟花是不是要用不用关灯？不用关灯也可以哈，这灯也不亮。怎么样，好不好看，儿子？好看。这样呢，比那样的放好看多了，是吧？哦，没错。完美 ，beautiful 啊，嘿嘿，多亮堂，真好，过年了。嗯，来放烟花。我就不去了，怪吓狗的。你说会不会在鞭炮点燃的一瞬间把那花叼在上面去？那才不会呢，会不会不傻？咱聪明真呢。放中间点啊。这里行了吗？哎，可以。要不要来看烟花？我点了。点吧。往哪儿靠靠？往车那边靠靠，爷爷说。再靠，再靠。好，可以了。爷爷把我车点着是吧？三。好，快点了。两，一，起步。哎。哇！快来呀！这就完了？可不可能，这个零。
哇，这么吓人的，嗯，哇，其实有点刺激的哈，嗯，啊棒，这后面下面有个水泥片，我去喝点水，渴死我了，哎呦，啊，我弄这个灯不容易，儿子哈，啊，哎呦，嗖嗖嗖嗖嗖弄过去的，挺漂亮吗？挺漂亮。